放我的雨停好吗？你为什么不交男朋友啊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我很看感觉。来，我们家去看电影。可是我们有三个人。我等一下有事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用不用，拜拜，快去吧，快去，拜拜。老板，五个披萨，三个芒果冰沙。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走。不用，我送你们一起走。对啊，一起走啦。不用，我等一下还要买东西，我先走。干嘛？我约你们的，我请啊。你又不是我男朋友。婷婷，我先走。哦。拜拜哦。这周末就去怎么样？好哎，那我查一下。好啊。怎么了？你们看这个怎么样？对，这里，漂亮。你怎么啦？你们俩干嘛都是都问我怎么了？没事啦，快看呐。好，那就一起。开车过去会比较方便。变形金刚，小婷婷啊，你喜欢 Teddy 吗？啊，没有啊。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哈。喂。干嘛这样问他啊？你不是想知道答案吗？不是没有这样直接讲的。为什么不行？直接一点不好吗？我真喜欢你啦。然后我还要帮你追他，我真是。你欺负他哦！我没事，不要哭，快！哎呦！玲玲，你知道舒豪跟他前女友的事情吗？什么事啊？就听说他好像对你都爱理不理的。他前女友都哭得很伤心，我是真的觉得男生哈交往前后要看清楚啦。没想到是这样，对啊，搞不好是我听错啦。哎呀，这感情这种事情，你有想到我是周末说，怎么样，处理的怎么样？哦，我办事你放心好吗？谢啦。客气什么？